前面的法师小妹妹在挂机，这报告我要了啊，还不爽？这啥玩意儿？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不要，喂，哎，这法师不对劲呢，咱也穿个法招看看。这没区别啊，还是一样打鸡打鹿。新手村还叫工作，155的魔法附带群体雷电术，雷电术范围翻倍，攻击附带麻痹。哇、哦、这妥妥的雷神正式啊，兄弟们，这副上下必须选法师啊。热血荣城免费下载。